因此呢，说到慈心三昧又离不开这里，所以自古以来所有的禅师啊，他们修到最精微的地方离不开玄关，啊，一定离不开这里。整个的这个禅宗的道统啊，它就是用这个慈心三昧在贯穿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所传的三宝在贯穿整个禅宗的道统，啊。后面举个例子来说，惠安国师啊，他去参访禅宗的第五代祖师，是那边求法，结果得到了。他得到的也无非是这个三宝。啊，无非是这种慈心三昧玄关大法。那么他得到以后呢，就自己去修行了，离开他的老师，因为他成就一方，后来当了国师，就是皇帝的老师。他当了皇帝的老师，当了国师以后呢，那时候有一位坦然禅师啊，坦然禅师去参访这个惠安国师啊，坦然禅师就问这个惠安国师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说达摩祖师西来所传的秘密的法印是什么？达摩祖师所传的就是慈心三昧啊，可是他想知道这是什么啊，他想要学到这个，因为学到这个呢，就抓到这个道统了，抓到这个道统呢，就可以代代呢一直下去，最后跟这个弥勒佛啊接上线，啊，于是前佛后佛以心传心呐，整个一大世因缘就可以成就了。所以说那时候修行者最重视的就是达摩祖师西来所传的秘密法印是什么，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尊者，最后呢说要传给慈氏佛啊，传给弥勒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时候呢，大家最重视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惠安国师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问祖师西来意，你为什么不问自己的意？所以达摩西来意自无，全凭心意用功夫啊，你自己也有心啊，你自己也有佛性啊，为什么不问自己的意呢？这个坦然禅师就说啊，什么是我自己的意呢？他说你要观密作用，讲到作用呢，就讲有所作为，不管是你有所说法也好，有所动作也好，做什么事情啊，说法事，盖佛盖塔盖庙啊，这都是有所作为。但是他说有密作用，密作用不言不动，像刚才后学一开始第一堂课讲这个比丘，他入于慈心三昧，不言不动，不见不闻，可是呢却把这个国王的杀伐心整个给化掉了，这叫做密作用，秘密的作用。老子讲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事啊，老子讲说不言之教，我不说话，可是我教化了你，我无所作为，可是我把国家都治理好了。这个说起来简单，问题要怎么做到呢？注意啊，他讲要怎么样观密作用呢？这个时候坦然禅师就问啊，他说那怎么样才能够观密作用呢？结果这个惠安国师啊，他不愧是得道之人，他那个时候就做这么一个动作，他把眼睛啊一开一合，一开一合，这样指示他，你知道你眼睛在开合之间的时候，你心自然会收回玄关。自己回去试试看，不要现在试啊，他都在眨眼，把后学给吓坏了啊，回去试试看，一开一合，一开一合，这时候你心自然会收回玄关。他用这个来比方啊，用这个来比方，就是什么，还是一样，明定神光在双目之间，回光返照，一手玄关，诚心抱手的功夫。我们天道所传的就是这个啊，传你三宝心法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是密作用，他说这个是密作用，达摩祖师也是修的是这个啊，弘忍大师修的是这个，我惠安国师修的也是这个，离不开这个，千经万典不如名师一指啊，不是我们讲的，自古以来所有的禅师都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智公禅师也是梁武帝的国师，他讲了，不逢出世名师，枉服大圣法要。他说你没有碰到出世名师啊，我们讲名师指我们这个所有的点传师啊，前人都是出世名师，你没有碰到出世名师，枉服大圣法要，你千经万典读破都是白痴了，这个法药都白痴了，治不了病啊，要治生死大病呢，名师指点啊，观密作用，名师指点，回光返照，就这么简单，一定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一定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啊，在这里安身立命啊，那才是自古以来所有的佛啦祖师啊都在这里，所有的禅师，真正得道的禅师，得道高僧都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慈心三昧它的密作用。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他有一次呢碰到这个毒龙，他到一个毒龙的窟里边去，那个毒龙现身啊，喷出好多毒火出来，要来烧死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手持着一个钵，然后入于慈心三昧，也是一样入慈心三昧，就是这么简单啊，把心收回来，入于慈心大定之中啊，心收回来，一收回来以后呢，这个毒龙这个火没办法烧到释迦牟尼佛啊，就回过头来烧自己，烧自己他没地方逃啊，就看到释迦牟尼佛手上的钵啊，里面有清凉广大的水，他就钻进去了，就被释迦牟尼佛又收服了，变成天龙，你看毒龙又变成天龙了，他没有任何的作为，也没有跟他说法啊，他就凭着这个密作用就可以收服他啊！我们天道弟子也可以做到，只要你有信心。后学举个例子，后学有一次呢
在法医组那边碰到有一位道心的弟弟，啊，本身没有求道，那个弟弟啊，他18岁，结果被一个红蜘蛛精附在身上，啊，现在时常有这种妖魔附体的事情啊，这是真有其事。他被这个红蜘蛛附在身上啊，蜘蛛精附在身上以后，整个言行变得很怪异。他们家刚好有个阁楼，他整天就躲在那个阁楼里面。那个蜘蛛不是都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吗？他就像那样子啊，躲在这个。为什么说知道他是红蜘蛛精呢？因为请了很多的道士啦、乩童啦，那些有天眼通的来看，他们都不约而同啊，不约而同的看出来那是红蜘蛛精附在身上，都躲在这个阁楼里边，而且很厉害啊。他们请道士来收妖，请乩童来做法，那个做法都是晚上嘛。那些乩童进来设坛呐，在那边念咒啦，他都不理他们，处变不惊，他躲在阁楼里边。等到他一切都准备好以后，他突然间冲下来，然后把那个日光灯啊、灯泡全部打碎，满地都是玻璃，那个乩童怎么跳啊？跳不起来了，然后拿着菜刀追杀出去啊，抓满街跑。那个附近都知道这家有一个红蜘蛛精，追着乩童满街跑啊，他在街上跳档啊，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小孩子被纠缠久了以后啊，骨瘦如柴，一年多而已啊，骨瘦如柴，一口气这样奄奄一息。可是，一有人要来收他，他马上就哇变得很厉害，上上下下了，那个阁楼都是一下跳下去，一下又跳回去，真的跟蜘蛛一样啊，就这样子跑来跑去的，然后身手非常的敏捷，谁都对付不了他。后来他哥哥联络上后学了，后学那个时候呢，刚开始啊用三宝来调伏自己身心，所以那时候后学很谨慎呐，在家里面就开始啊把三宝用起来。然后后学到他家很远，要转三班车。一路上呢，这个三宝手合同就抱在这个胸前，一般人看不出来嘛。然后默念真经，一手悬棺，把心慢慢收回来，收回来。结果到了他家门口啊，平常他都是等你准备好，他才冲下来杀你啊。可是这个后学到那边，他自己走出来迎接后学，脸这样笑嘻嘻的，跟圣诞老人一样，啊，笑嘻嘻的，心整个化开来了，啊，因为你住于慈心三昧之中啊。后学还不是功夫到家了，后学这个慈心三昧大概只有一两昧而已，没有到三昧。结果就有很明确的效果，然后他身体就像一直动一动，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脱离身体，哎呀，这样摔倒在地上，啊，软软的，醒过来以后就好了。到现在在工作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啊，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学这种事情碰到很多啊，啊，今天时间有限没办法讲，啊，碰到很多这种事情碰到很多，凭的是什么呢？凭的就是慈心三昧。不光是后学碰到啊，道场之后很多前贤呐，都会碰到这些事情。这个世间无奇不有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啊。尤其在这个时代呢，所谓山妖水怪齐出现啊，迷住圆童难还家。现在这个时代是山妖水怪齐出现的时代，我们这些园林佛子呢，很容易被这些山妖水怪迷住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慈心三昧来破它，才可以破除这些山妖水怪。后学有一次呢，到一个佛堂去讲课，这个佛堂有两位点传师，两位点传师都被这个山妖水怪迷住了。他们那边呢，道亲都会借窍，每一个道亲都会借窍。那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些妖魔鬼怪来借教。可是妖魔鬼怪来借教，他不会说我是某某大妖、某某大魔来了，不会啊。他都是说他是什么菩萨啦、什么佛来了。那个道场很大哦，那个道场就被那两位点传师就带着很多道行啊，在修他们那些借教啦什么。因为后学以前去那边讲过课，后来他请后学去，后学就去了。去到那边以后才发现，他不是要请后学去讲课，是要讲课给后学听。一到那边以后，那个南海古佛都是自称啊，自称南海古佛就借教来了。介绍来以后就哇，然后做出很多这种佛的姿势啊，南海古佛、观音菩萨的姿势出来，那都是山妖水怪。后学一看就知道了，但那个眼神不正啊，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很凶哦，啊，那些点传师啦、坛主通通叫来跪在那边，又打又骂，哇，气势惊人啊，就是曾经要吓唬后学的，后学就躲在那个后面，那到佛堂人很多，躲在后面，他那边骂骂了一个小时啊，这时候才开始。这个架势都摆足了，开始叫后学，国讲师，啊，后学说哟，就站起来，过来过来，后学就过去了。后学过去很简单呢、啊，把三宝用起来啊，他在那边张牙舞爪的，后学过去用手一指，退，马上摔倒，哪有那么饭桶的南海古佛、啊，那一定是山妖水怪嘛，对不对？你要凭什么？你要凭你的慈心三昧啊，你要定啊，你的心要住于此忍而不动啊，对，怎么做呢？三宝诚心抱手，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心收得回来。啊，你没有信心，一边啊，有没有笑 啊？怎么样啊？有一次、啊、碰到另外一个附体的事情，带着一位道心一起去。那位道心呢，他以前在寺庙里面跟人家学过那些什么，那个道士不是都出这个剑嘛？他们这个剑好像哦，将啊，说这个收妖用的，收剑嘛。但是他修道以后，他放弃那个了，开始
说那个腰呢，那后学用起三宝来，后学他说他跟后学讲说，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到旁边用三宝就好了。他说哦，用三宝就好了。听后学的话，开始用三宝。结果后学用起三宝来，那个妖怪就去找他麻烦了。啊，他不找后学去找他麻烦，一找他麻烦，他马上三宝就变成这样，都见了，就被他打一个耳光，那个半边脸都肿起来了。本来用三宝的话，对方可能就倒下，你没有信心呐、啊，没有信心花样就出来了。啊，要有信心，有信心的话，无事不办。啊，一定有效果。这个慈心三昧它的密作用在哪里？它可以秘密的转动法轮啊，转法轮呢、啊，过这个标志啊，这就是法轮。这个法轮呢，一转，我们的贪嗔痴慢就可以转变成为什么？慈悲喜舍。转法轮的作用就是在转贪嗔痴慢为慈悲喜舍啊。转法轮的作用在怎么转法轮呢？在玄关上面下功夫。玄关刚好是十字，是不是？刚好是十字。回去量量看，这上下一样的，不是后学下巴比较短啊。他只是说五官都挤在这里，所以这边显得比较长。你去量，你刚好十字的正中央。这个十字呢，一转，你只要回光返照，这个十字就转，这就是转法轮。为什么法轮画这个形状就这样？十字一转呢，法轮就转。这法轮一转呢，放光动地啊，贪嗔痴慢就转成慈悲喜舍，于是无事不办。啊，我们道场就是靠这样建立的啦。啊，所有的前贤都是靠诚心抱守，碰到事情求老母慈悲。他有什么呢？啊，这些前贤也不会去修什么特别的特殊的法门，也不会念咒，也不会这个持手印啊，也不会参禅打坐，什么都不会，凭的就是慈心三昧啊。这些前贤他护持道场，然后解决所有众生的问题，而且担当起如来的家业，普度众生，三朝普度，凭的就是这个。要经过多少的磨考，凭的就是这个密转法轮。他秘密的转动法轮，你看不到。以前这个禅宗，我们刚刚讲到禅宗都是走这个路线。禅宗有一位祖师叫做仰山禅师啊，他是唯仰宗的一位祖师啊，禅宗的一位大祖师。释迦这个六祖慧能以后呢，禅宗出了好几位大祖师，他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大宗师呢叫做仰山禅师。仰山禅师呢，他所得到的这个道呢就是慈心三昧。因为释迦牟尼佛传给迦摄尊者，传给达摩祖师的就是这个慈心三昧。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他得到的是慈心三昧密转法轮呢？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呢，他在这个佛堂里边坐着啊，他在道堂里边坐着，突然间出现一个僧人，出现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大家不认识的，服装很古异，很奇怪，长相很奇怪，一过来就向他礼拜，他不理他啊。这位这个仰山禅师不理他，仰山禅师就不理他啊。这个胡僧啊就说话了，那是我们称外地的和尚都叫做胡僧，胡人嘛，因为不是汉人，看起来打扮好像印度来的。那这个胡僧就讲了，他说师父啊，他说法师啊，你是不是智？他要考验他，他要考试啊，他是这个智有玄机的。他说你是不是智？这个时候这个仰山禅师就说我是智啊。他说好，他就向右边转了一圈，这样转一圈，向右边转了一圈，向右转转了一圈，问他说是什么智。仰山禅师拿起禅杖啊，在地上画了一个十。这讲的都是传道啊，向右边转一圈是什么呢？名师指点，是不是向右边转一圈啊？指点的时候啊，向右边转一圈，然后在中间点上一点，是不是？这是向右转一圈啊。他再向右转一圈，他就知道他指的是这个意思了。转一圈以后怎么办呢？要在十字的中央点一点，所以他画一个十字。这时候他又向左边转一圈，向左边转一圈呢，这时候仰山禅师呢又把这个十字擦掉，又画了一个什么？画了一个这个。你向左边转刚好是法轮转的姿势，是吧？这是叫你回光返照，你不能光指点啊，向右转光是指点啊，再回过头来要回光返照啊，诚心抱守啊，光指点还不够啊，你要能够保持住指点那一刹那你是佛，要化刹那为永恒，把刹那活变成永恒的佛。怎么做呢？回光返照，诚心抱守，这时候法轮让它转。你看我们点穿是再转过来，转过来这个手呢是不是向左边转一下，转一圈，做一个这个姿势，刚好是向左转一圈。你看他向右转一圈，他画个十字，名师一指；向左转一圈呢，他画一个法轮。向左转就是叫你回光返照啊，密作用开始展开了，秘密的大威神力开始展开了，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福生看，考不了他，整个求道的过程都出来了，我们传道的过程通通出来了。这时候，这个福生就做了一个这个姿势，圆相姿势，啊，做了这个姿势。然后这个仰山禅师呢，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里面再画一个法轮，这个圆像，
啊，代表我们生命的圆光。这个圆光的正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法轮，就是玄关，是吧？刚好在这个玄关，啊，玄关要让它法轮常转，这就是道。他根本一句话都不用讲，这几个手势就讲得清清楚楚了。于是这个福生呢，看到这个情况，知道他这个老和尚确实有道，于是就把双手交叉握成拳状，做这个姿势，是不是合同的姿势？啊，做成一个合同的姿势。然后这个时候，仰山禅师就为他印证，他说：“对了，西天诸佛都是这个样子，无意如是，如意如是，我也是这个样子修持，你也是这个样修持，善自护持，你要好好的保护，要好好的护持住。我们讲说，诚心抱守，你要好好的诚心抱守住。”然后这个福生当下呢，回过头去，啪，腾空飞走了，腾空飞走了。那仰山禅师的弟子就问他说：“这个出家人是哪什么来路啊？”他说：“他是西天的罗汉。”啊，来试探老僧是否有道，啊，来试探这个仰山禅师是不是有道。这个道就是这个样，离不开这些啊。因为你看看这些禅师的太多了啊，翻开这个禅师的这些言行语录啊，他们都离不开这里，修行离不开这里。看起来虽然简单，说起来虽然简单，容易懂容易做，可是呢，妙用无穷。难是难在什么样？信，唯信能入啊。你要想要受用这个密作用，要想要受用这个慈心三昧，要想要受用这个祖师以心传心的心法的话，只有一招可以进入，信啊！你要相信他，就这么简单。你叩首，你要相信才有诚心呢。啊，你用起三宝来，无影三钱对合同，你要信。你要有信心的话呢，无事不办啊！你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解决啊！你要没有信心的话，寸步难行。所以信是万善功德母，只要你能够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转贪嗔痴慢为慈悲喜舍。非但可以转自己的贪嗔痴慢为慈悲喜舍，而且在同时呢，还可以转众生的贪嗔痴慢为慈悲喜舍。众生有贪心来对你，你这一转呢，他的贪心化掉了；嗔恨心来对你，这一转呢，他的嗔恨心化掉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可以化这个毒龙的火一样，就像这个菩萨佛的弟子呢，可以化这个国王的心中的怒火一样，一化就化掉了。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哎呀，时间不够了，算了，不要举了，还有五分钟而已了，还是举好了。举个例子，举例子啊，比较有说服力。当然，在座有很多老前贤听过这个例子，不过新道心终究还是比较多。后学还是把这个例子讲一讲。后学以前在佛教的时候啊，念佛念得很勤，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什么是功夫成片呢？这个佛号啊，随时随地会涌现心头。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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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常佛号会自己这样转出来。而像我们有时候心里突然间会起一些念头，邪念啊、妄念，但是后学的时候念佛已经念到。时常会无缘无故佛号会转出来。有一次后学啊，被一个女孩子呢骗了，她骗后学说，不是那个骗的，此骗非彼骗。她怎么样啊？她说她这个当她是女工嘛，她当这个女工啊，赚了好多年的钱，才赚了三十几万，然后三十几万都被一个人借走了，这个人借去就赖得不还了。后学听着就很生气啊，啊，后学就说那我帮你去讨，但是说对方是什么来路啊？他说是个庙工，他骗我。后学想，这庙宫都是修道的嘛，那你也许庙宫那是可能是道教的庙啊，你念这个无量寿佛，我念阿弥陀佛，差不多。就后学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原来是个流氓窝，都是一群流氓嘛。结果去了，他们根本没有你讲话的余地啊！啊，拿起刀子，三个人拿起刀子就追杀后学。那时候后学已经进了屋子里边了，跑都跑不掉啊，就在一个角落拿刀子这样刺过来，好厉害！然后也想，这下子好了，要往生净土了。这个时候突然间佛号就出来了，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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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转转着转着呢，哎，后学糊里糊涂，突然间神智有点昏迷，糊里糊涂的再清醒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街上了。那时候后学穿一个白衬衫，衬衫上面都是血迹啊，血迹斑斑。后学把衣服拨开来一看，没有伤口，不知道他们杀到谁啊。这个只是逃避啊，逃避灾祸而已，这个还不够奇妙啊。那时候后学就觉得阿弥陀佛真是太神妙了，那时候就念佛念得很诚。后来呢，就是去求道的时候，被这个阿弥陀佛被破掉一次，但是破掉以后，后学还是照样念佛啊。一直到后学的哥哥要讽刺后学，他说：“你一天到晚讲课，叫人家用三宝，自己阿弥陀佛，哎，你这不是虚心假意吗？”哎，后学一听，对哦，虚心假意，那不是必遭天谴吗？啊，赶快把阿弥陀佛送回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把这个三宝用起来啊，三宝用起来调伏身心哦，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非常有效果，只要你有信心。后来后学又碰到状况，有一次过完年的时候，天气很冷，后学到这个。有一个小山叫仙机岩，仙是神仙的主，就是吕洞宾呐，吕仙祖啊，他在那边留下一个脚印，说那个时候以前他追这个观世音菩萨啊，追观世音菩萨一直追到这个胡摩沙，追到这个海岛，
观世音菩萨被他追得很累了，不想走了，就到那个淡水河畔躺下来，变成观音山。然后这个吕洞宾就在那个仙界那边落脚，一只脚站在那边金鸡独立在那边看，就发现角度不好，就飞到这个指南宫那边一站几千年，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不过这是传说了啊。那后学在那个仙迹岩的后山呢、那边有一个小庙，后学在那边看书啊，很清静。看书看着看着，突然间呢，那个小庙山径上面，那个山坡上嘛，那个山上啊，走下来两个人啊，后学就看他们一眼，糟糕，那种人不能看的，看了一眼，他说你瞄他，马上过来要揍后学了。这个时候后学已经阿弥陀佛已经送回极乐世界去了，临时抱佛脚也不好意思啊，碰到状况了怎么办？赶快把三宝用起来。可是这时候想要用三宝呢，手上拿着书。三宝光用两宝，一手玄关默诵真经，哎呀，心很快就平静下来。结果他们走来一半又退回去了，上次还杀得全身都是血啊，这次呢他走来一半又退回去了。后觉正在庆幸啊，下去过了一阵子，其中的一个又上来了，但因为他从下面上来，后觉看他看得比较清楚，一步一步走上来，哇，冬天啊这么冷，他穿一个短袖的衣服，手上刺得青，他刺什么后觉是不敢看的、这只手呢用那个香烟烫了一个这么大的疤，香烟人家烫出一两个洞就痛得不得了了，他烫一个这么大的疤，那这个不是把这个手背当那个烟灰缸在用吗？你根本不怕痛不怕死的，好凶狠的一个人，就这样冲上来，走得很快，这样上来，下去又上来，大概是拿了刀子上来了。后学哇，糟糕了，又没有退路啊，就是那条路。这是后学还是一样，无道一以贯之，还是用这一招，就他这样一直冲过来。在后学身边站了一阵子，后学准备挨揍的啦，然后想不抵抗也许好一点了。结果没想到说过了半晌啊，没有动静。后学又不敢再瞄他了，就把这个头整个这样转过去看，一看，哎呦，他双手合十啊，然后膝盖酸软啊，好大一个人呢、170几公分啊，一直要跪下来。后学伸手去扶他，啪就跪下来，眼泪哗一直流，一直哭，慈悲心流露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住于慈心三昧啊，这个时候你非但可以把自己的贪嗔痴慢转为慈悲喜者，而且他这个人呢，他心中的嗔恨心也被化掉了，他的那种悲伤的心情啊，一直流出来，哭，大声的哭。然后说大师救救我，你看本来要欠打，用个三宝变成大师。结果后学那时候就没有再用慈心三昧了，自作聪明啦，跟他谈天啦什么，一下子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个感动就过去了，就站起来，可是情绪已经过去，不好意思对付后学了，又摸摸头了，奇怪，那你考啊，拍谁啊就走了。我也很拍谁，后来才想起来，哦，原来是这个慈心三昧发生作用。那时候后学继续下去的话，就收服他了，就像收服那个国王一样，对不对？就收服他了。没有，那时候后学开始自作聪明啊，用自己的想法啦，去跟他谈话啦，去开导他啦，结果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不言之教最有效果。你看那种情况，你看真的是转变众生的心灵啊，真的转变众生的心灵，很有效啊。你无形之中还可以转变众生的命运。像后学修道以后，开始呢，在诚心抱守石雕大愿上面下功夫，安身立命啊。后学修道一开始也是很彷徨，到处跑。但是开始慢慢把心收回来，在名师一指上面，在三宝心法上面，在十条大愿上面安身立命。这个时候开始，非但自己的命运转变了，甚至连自己家人的命运都开始转变。后学家里面本来多灾多难不是精神病啦、就是生死怪病啊，什么病毛病一大堆，家里面又穷苦啊，又灾难多了。从后学开始在这边安身立命以后，他们自然就化了，自然他们的命运都可以随之转变。不要说后学自己，后学以前长相不是这个样子啊。有机会拿那个相片给你看给诸位前看一看，长得跟个扁狐一样一点福报都没有，一点福报都没有就是修这个道开始命运开始转变以前后学拿那个照片给一个老相师看一个算命的老相师，在纽约很有名的一位老相师，他到台湾来，后学拿那个相片给他看，他认不出来嘛，哎呦，这是什么人物啊？他说我给他做八字断我为这个人做八字断，他说断他八个字来断他的一生，哪八个字呢？徒劳无功，死于非命。后学如果照以前那样下去，这一辈子徒劳无功，死于非命，最后死于非命。他说这个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看那个脸上都是死气黑气他会官气嘛。我说是已经不在人世，已经超生了死，就是我。结果他就趁着回国这么短的时间，赶快去求道了。知道这个不得了超生了死慈心三昧，我们弥勒祖师的慈心三昧就这么简单。你在求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具足一切。刚才后学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慈心三昧要怎么修，对不对？我们求道的时候就已经具足呢修慈心三昧的一切的过程。
所以你得到的那一刹那，名师指点那一刹那，直下无心，直下忘我的时候呢，你已经得到实心三昧了。从此以后，你只要诚心抱守，啊，历代所有的禅师、祖师，所有的仙佛菩萨，全部都是在这里安身立命，甚至道家的仙人也是一样啊。像《黄庭经》，啊，道教有一本经很有名，叫《黄庭经》。《黄庭经》里边讲什么呢？寸田池载可以自生啊。他紧接着又解释，什么是寸田呢？什么是池载呢？他说池载一尺宽的宅地，他说非面而者何啊？他说不是脸是什么呢？什么是寸田呢？寸田刚好就是这一寸的田地，就是玄关。所以寸田者非玄关者何？就是玄关。寸田池载可以自生啊，你整个的天地之间的造化生机全部在这里了啊。他说天堂也不离开这里，这道家也是这样讲啊，道家这些仙人修长生术也离不开这里啊。所以儒释道三家所有的仙佛菩萨，自古以来所有的修行者全部在这里安身立命。而今天我们这个道呢，轻轻易易明明白白的就传给你了，再下来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不需要你怎么去苦修苦练啊。我们修这个道要的只是信心。以前释迦牟尼佛讲三圣法啊，他讲声闻缘觉圣专门摄服那些小圣行者，他说这种法呢很难修，很难修，很辛苦，修起来很辛苦。后来又传一佛圣，一佛圣呢易知易行，容易修，容易知道，容易懂，但是呢难信，很难相信。只要你能够信的话呢，你受用无穷，千古艰难为信啊。今天我们天道弟子呢，我们道心门来到这里啊，亲近这个佛堂，我们活在这个慈心三昧的滋润之下，我们所要的做的只是把你的信心拿出来。只要你有信心呢，很容易的就可以和老祖师的慈心三昧契合，你自己也住于慈心三昧。这个时候呢，说的自私一点，你自己的命运、你家人的命运、跟你有缘众生的命运都会随之改变。这是就自私的角度来看。如果就大公无私的角度来看呢，你可以化娑婆土为莲花帮，可以把天国呢建立在人间，可以制造什么，可以创造大同世界。只要人人明理的话，世界大同。所以从今天开始，诸位前贤呢，把信心拿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要信，时常要告诉自己要信啊，要相信，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名师一指超生了死，三宝心法回光返照，当即是佛啊，十条大愿安身立命，愿了可以还乡，就这么简单啊。这些原则抓住以后，你这辈子绝对受用无穷，你下辈子继续受用下去，而且你所有跟你有缘的众生呢，全部可以受到你的慈心三昧的滋润啊。这时候你的生命呢就充实光辉啊，啊，非常的圆满成熟。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大人，法古今完人啊，这时候你是完人。这时候你生命所放出来的气呢，就是浩然正气，不是什么邪气啦、妖气。像后学以前呢、啊，后学以前人家看到后学都觉得后学身上有一股妖气，啊，后学的点传师那个时候帮后学点过道以后，啊，过了几年呢、啊，这个两个人比较有交情了，他说郭兄啊，不好意思跟你讲啊。那时候你一进入佛堂，哎呦，一股妖气那样扑面而来啊！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修慈心三昧久了，自然妖气转变成为正气。更何况是诸位前贤本来就是很善良的，本来就是有少许的正气。这个时候呢，正气再养正气，变成浩然正气，古今完人呐、啊！啊，放着古今完人不去做，而且那么简单，只要你相信，啊，亲近佛堂，慢慢的你就可以成就古今完人，让浩然正气和整个天地融合成一体，天人合一。那个时候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大快乐啊，远远超过世间所有的快乐。为什么？因为天地之间微妙的变化和你生命中呢丝丝相扣啊，你生命的喜怒哀乐，所有的一些行为思想呢，都和天地之间的大自然的变化融合成一体。那个时候你生命的快乐是时时刻刻都在喜悦，身心喜悦安乐之中。后学现在多少有尝到那么一点点的滋味，希望诸位前贤呢紧紧抓住这个天命金线，一直往前走，没有错，不会骗你的。所有的祖师都是走这条路。希望诸位前贤要想要做佛，要想要做菩萨，啊，要想要接续祖师的道统，那么呢，抓紧这个天命金线，不要放。三宝诚心抱守，十条大愿照愿而行，保证你成功。好，今天后学的报告就到此结束。讲的不圆满的地方，仙佛赦罪啊，诸位前贤原谅。好，请起立。谢谢慧讲师开示，一起恭。谢谢诸位前贤。好，请面向佛堂。谢谢南无慈悲三七恭，一起恭，再起恭，三起恭。好，大家请坐下。